史几行名，北山起荒丘。列位看官，今儿咱要说的这故事就发生在这儿，换城。这换城可是道光年间里最有名的马戏班子，班主姓萧，名文虎。据传这萧文虎最厉害的戏法唤作傀儡术，这傀儡术就是能把一个木人变得跟活人一样。您若不信就瞧瞧。稍安勿躁，上火盆。闪烁的星独自在夜空中热闹着，我知道是因为眼前无尽的黑。那明亮的月总是在寂寞中凝望着，我知道看不见没有光的世界，让我静静以为你心中黑暗的那一面，看见你的期待，也看见你的无奈，那一刻我才明白，拥抱你的灿烂，跟拥抱你的不来，说穿了，全都是爱。都是爱。你害怕的心独自在回忆中沸腾着，我知道是因为太多悲伤情节，你不安的梦总是在深水中悬挂着，我知道每一天都想逃离黑夜，让我心
仿佛要月影之时，即可痊愈。我明白过去太多伤害，现在太多牵绊，让我带你走向未来。看见你的期待，也看见你的无奈，那一刻我才明白，拥抱你的灿烂，更拥抱你的无奈，说穿了全都是爱，都是爱。这故事到了这儿就算是说完了。刘看官问了，您这故事怎么有头没尾啊？这世间的事儿总归就是你方唱罢我登场，到头来不过是镜花水月一场空。